今天不能赖床了。我今天皮肤状态怎么样？看来昨天熬了个大夜，今天皮肤状态还是不错的。现在是在三亚，这边真的就是夏天的感觉了，所以我很怕温度上来之后，脸上会有那种油油的感觉，尤其是熬夜拍摄，第二天皮肤状态非常不稳定的时候，脸上就会出现暗沉的状态。 我最近出门呢，其实都会带上这款娇韵诗新给油皮出的清感双萃，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，肤感好的啊，想立刻分享给你们。它这个呀叫裸感油的配方，上脸会特别的清透，完全不会有油的感觉，抹一抹就吸收了，特别的轻盈，完全不闷，也不粘，特别像今天长时间要在户外的话，感觉双萃真的会很好用。好了，护肤准备好了，要开始化妆了。 今天的拍摄终于结束了，我也卸完妆了。像我们演员呢，就经常作息会有什么规律吧，就很需要去稳定自己的肌肤状态，在镜头前呢，也要保持紧致和透亮。没想到这个新出的这个清感双萃啊，用下来也是一样的惊艳。秋冬用双萃，夏天就用清感双萃，这个清感双萃，你们一定要爱。